双袜，行过风雨的凄迷，我不敢看你跟人飞，用尽今生到来世，我的心永远只有你一个。唱歌都感情的味素都下足重的，包括了表情，包括了肢体语言，哦，规个迄个曲势都安尼足杂足的。啊，当然两位李长所唱的歌曲呢，拢同款，拢是小音准，但这无法度抓到百分百，因为无一个人敢讲伊唱歌绝对袂走音，哦，所以两位今日唱出来的歌声，我都感觉讲是非常不错的啦，唔通阁挑剔啊！两个真正拢是真厉害的人啊，今日的员工是平分秋色啦。我足希望哦，会当阁看到恁阁拼看卖啊嘞，加油！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我们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这个里长的那个歌唱比赛啊，我觉得重点不在于音乐，我觉得重点在于你们根本就是一个，你们都是舞台经验很足的人。所以你们都没有那种就是说啊，这个会不会紧张这样的问题。你们唯一的问题就是说，哎，你们在选这个歌的时候是用什么感情选这个歌的啊？因为你们都是很有经验制造效果的人哦，但是你们不一定哦，就是在唱歌上面知道重点在哪里的人啊。你们两个都选了就是感情上很浓烈的歌，但是你们两个在唱这首这样的歌的类型的时候，都没有让我看到你们很内心的那个性格，反而是让我一直不断的看到，就是说你们要我注意你们唱歌多厉害，但是这样的唱歌方式不会感动人。要得分的方式就是要选对歌，因为你不了解自己，唱歌听歌人不会被你们感动。好，谢谢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